是谁这么会烤肉啦？樱桃鸭胸在火焰中舞蹈，够的顶级乐眼和牛海鲜，看得到的全都吃到饱。今天82年的吃货带你们去全新的烘烧肉。太卡好，矮黑梅森，今天来到最近在逢甲盛大开幕的烘烧肉吃到饱，599、799、989三种价位，既然都要来享受了，989就给它烤下去。这顶配多了够的顶级和牛乐眼、伊比利猪、樱桃鸭和超大生蚝干贝等。等等哦，再加上烧烤技能点满的店员辅助，我今天吃的每一口都紧皱眉头思索，到底怎么烤的这么好吃啊？当然，虾子、干贝、鲍鱼、凤螺，还是冰棒大生蚝，各位这些跟幸福有关的事情，千万都不要放过哦。松板猪我本来想要自己烤的啦，但是还好高手处理哦，伙伴才能吃到忘我。樱桃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肉品哦，用烤的更能凸显独有的香气。他们家的品项种类真的很多，而且也是评价很高的烧肉店哦。不止烤肉，也有火锅和甜点，一口酥奶香浓郁，起司棒可以牵起彼此的感情。再来招牌烘年糕，炼乳和花生粉是灵魂哦。最后吃一支梅森特制的冰淇淋，今天又是一场完美的约会。Thank you.